三月半。哎呀，你们小公举，老不厌。起任，哎呀呀呀呀！打公举，打公举。大家好，我是青梅，今儿回到家一趟，俺爹想咱俩了。再坐了两天，想他了。哎呀！你不知道我从县庄拉来了啥？我把那个纸盒的纸杯都拉过来了，然后放到这儿，放到这儿堆到一块儿，让俺爹有可能买。一点点的看不出来多，你要积少成多，一个月也得卖个千把块，卖个几百块钱够他零花了，全部给他拿出来。装了一小三轮，以前我从网上刷到过，那个自己买了个豪车，老父亲让他拉了树枝，我自个拉了小纸板。到家门口了，我给老爷子带了两包这个烟，我给他带两包吧。在这好一年，我记得没买这个烟了，没有了。我在外边，我看见我买烟的时候，我看见了。我想给他要两条了，那兜上两包了。俺爹在这老烟民了，吸了有好几十年了。中途他挤过一回，他为啥挤了？他说身体不舒服，身体不舒服他挤了，挤了都挤了有小七八年，后边又突然吸起来了，是他因为他有那儿疼了，胳膊上班的时候那儿疼了，那疼了别人逼他给烟吸根烟嘛，哎吸了根烟，轻了不疼了，然后他就慢慢吸起来了。我就给他拿过去。买了肉球了呀？不是啊，怎么吗？你先买了。怎么吗？你先买了。那这了？放这个在里面了。在里面呢了。里面。你看，这个。我哭了。你咋的了？抓头发了，夹头发了，夹抓头发，都哭到这了。对对对。把这儿挖了一块肉，你们这不是红了这？啊。哇，有砖头挖，有肉挖，哎，有砖头挖，有肉挖，你看，有砖了，去拉爷吧，爷腰疼了，去吧。慢点。爷爷都腰疼了，俺买好点了。走了。买吧，走。你走有啥呢？爷爷，你腰疼了，别起来，坐着。坐爷。没事，你坐着。坐着，也坐着。嗯。再过几天啥去吧？不知道。还不知道。他不知道搁这儿住两天啊。行。住两天，你等你开了药，你上药，你一会儿住不了了。嗯。啊。啊。我这买了小米儿，新的。小米儿。啊。能拿着点。哎呦不，还要跟那那买了，跟旁边来了。跟那俩屋买的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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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什么？玉米啊，玉米笋儿。哦，能的，不能喝吗？你还是在家也好，买了那没这抹了，谁抹了好喝？拿着少不少拿的？行，那也不，一般来喝了喝肉的时候少往饭里边。啊，那回去套套。嗯。回去是。恁家有呗？有。回家套套，旁边有照片。嗯。没套，他都出来了。一般来很少放进。你放点这个吧，这种米饭往里边吃，我都煮过。啊，行，他吃话一不多吧，中，还得不成功，啊，嗯，是不是？不上，姐够喝一个月了我呢。他可能那下面要抓一把这个。嗯，行，中。那腰子整这样嘞？腰，昨儿没去，哎呀，这边腰等于大大有我大了。别中底了，不行。中间进步一站，我拿再说呗。你说这还是上面在那拆几点了？啊，这俩点儿没吃。不是也吃呢？嗯，没事也吃，都聊着里边了。可以了。
这三门真响亮，是不是？你长大得当一个歌唱家，行不行？噔噔噔，噔噔噔，到这点了就该睡了。睡了不也咱熟睡一会儿，睡一开始睡一会儿，往这一放，咦，不行了。所以呀、啊，咱多睡一会儿，睡熟了往这一边，哎呀，一睡三四个小时。而且两天都胖了呢，小时候。肚胀了，我也不知道肚胀不胀，反正他老不睡，我觉得他肚子不对劲儿，我就给他用那个热敷包给他热敷上了，但我他睡着了。在这儿贴完的板儿不？没事儿。没事。张天，你俩阿姨他都醒了，首先他睡熟了。咱俩有些动静都呀。没不是瞎说了吧？哎呀，对，咋能说瞎说？反正以前在你俩不是的小时候，都是晚上好不睡觉，好闹啊哭啊，都是瞎说了。反正一科学来讲法是没有那一说。谁犯劲了？他倒没什么劲，可能都是他的身上不得劲儿咋的。他肚子长不长啊？小时候肚子都是小，那么一点点长。成年人，今儿啊，你知道咋回事呗？今儿你们这走开了啊！你叫我开开的了啊！我往这一趴，他搁那嘎嘎嘎嘎的笑了，你知道不？要不你睡一会儿，是不是就叫我抱他？节日正常的事，其实还得从出生，现在没身材劲都不孬了呢。对，都不怪。这他头几天没事，到今儿开的还得。真有点闹，他不睡大觉。也不知道是因为大了还是咋的，还喜欢那细腻味儿。你想想，都太大了，三米了，一些孩子咋还带了？一开始上手术时候是上手术摸不正直，现在已经熟练了，这是。也是相差好一年了，还得。相差年太多了，细都七岁了呢。我说我盘着的时候，他跟他带的，我刚才笑了，知道呗？对，现在会笑了。就是你一逗他，是不？对。他有那种感觉了。有了。我有时候一逗他，跟那挂那小脸儿，你看你这小着小的，也是你那，知道是你那妮儿。你这大哈欠，你睡会儿，睡会儿吧。我一会儿我撂撂事儿。刚刚我撂了事的，撂了好几回，撂不下去。那他也不是那啥了，刚给他换尿不湿的时候，他哇哇的哭两声，我寻思你这个时候你熬夜开他，等到你再老的时候，他们轮班开你。我不知道他轮班开我，轮班往家找玩儿就行了。哎呀，养孩子不都是这样？是吧？对。你这 KB 睡白觉，要这个时候睡白觉，他再大点应该没有那种睡白觉睡，都是几个月的时候，你看。那他也不懂事，少睡十个小时，少睡十个小时。他现在你看，离这马上都俩月了，俩月以后慢慢的就知道抖了啊，知道怎么玩了。对，知道抖他小了那种。对，他一醒了就领他玩玩啊咋了啊，抖抖他呀，他可能都不睡了。这时候应该不会睡觉了，反正。你出来出来，你赶紧放在这儿吧。我把他睡了，你话我就可以。带孩子睡不好了嘛，没有说不可能不好了。这时候都是这样，因为你抖，他想他睡的时候你抖也没用，他不想他睡的时候，你想他哄他睡也没用，想啥法也没用。等不指望其他的，指望妈妈老的时候多拿两份糖去了。我疼了。咦，吓了你看了呗？看见了。怎么了？梦见谁了你？梦见他爸爸了。我以为我梦见那未来女婿。那躺在肚子热乎了。热乎了。热乎了。热乎了，好。还热乎了，他都
都不会说长得耐着我倒了，他可能稍微舒服一些。咱自己肚子不得劲的时候啊，喝点红糖水倒了。嗯，你放放打开咋样？哎，行了，我还没懂这东西。也挺贴墙啊，你这。他们也不得了呀！柜里面还不能。你笑了啊！你说这个，我现在笑了是吧？你现在哭了。小孩都这样啊！嗯。你笑。你这样猛啊！哎呀，笑死人！那躺这儿了，还是没伸手。就是等着样了，你看，整天给他找感觉。我说胳膊不能起来，我胳膊一起来，他开始哭。现在的时候像能围着睡觉，那些孩子都一开始带的时候都几点睡呀？呀，在你这一倒的是连一口水，我都有点那个眼泪直大哈欠，眼泪直流。谁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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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妈！你妈是谁？嗯，你管谁？